好，我们从66.08，我们现在讲66.08六完穴，六完穴在第四个，那么这个坐骨跟第五个坐骨之间，这里是 first，在这个六完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 push 它以后，把它拉开一点，然后下针。OK，然后我们来针水区，水区。那么离六完有点距离，大约1寸左右。那我们在这里给它，它是正好是第四跟第五的坐骨的连接，往前面一点点。所以你找到连接点以后，往前面一点点这个地方。OK。